你先人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级课的学员，想分享一下这几天上课的一个感受吧。这是我第二次上三级课了。在开始上这个课之前，我就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被师父在清理一个更深的业力的那个阶段。很多那些一些旧的模式被挖出来，甚至有一种不想上三级课的感觉。就其实我是很渴望的，我一早就把学费都交了，就可是那个钱，我的学费是很早交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师父是在运作一些什么，因为所有的钱财其实师父都知道在哪里，在哪里的那个钱，就是在上课的时候被告知还没有到账，还没有到凯拉萨的账上。我就想，那既然师父不想上我上课，我就不上了。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后来就玛卡萨拉还有我的关怀员，他们就帮助我，帮我突破，最后我还是来到了这个课室。刚开始头几天的话，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因为还是在一个清理的过程里面。我一直就跟师父讲，叫他帮我从那个旧的模式里面带出来。师父出来打显的时候，我也快乐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就看到师父就是很多的快乐，就是很多的爱呀，怎么样？然后这一次就是很难过。那天师父出来打显，我看到他，我的那个心好痛好痛。就眼泪水不停的流，这个眼泪水跟那个。以前看到他的师傅也会掉眼泪水，但是那个心没有痛，这一次就是心真的好痛，然后眼泪水也是不停的流。前几天就是一直在这一个模式里面，就看到自己一些情绪啊，一些模式，这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模式，就是。然后昨天的时候。前天的时候，接触了一个师傅的一个点化之后，我就感觉到一个，我就感觉到师傅把他自己，就是师傅。其实我这个人做观想是很差的，就是我很少做 meditation。然后那天。那个感受就是点化之后，我就是觉得师父就注射了我的三眼位置和那个阿兰达甘达那个位置。我闭上眼睛，我就看见师父在我的那个三眼位置，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我跟师父合一了，他已经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。然后那天我还试着用了一下三眼，我竟然看到我妈妈了，她在深圳嘛，离我在英国，我竟然看到她在花园里，楼下花园里散步，然后我就打电话去确认，我妈也自己也承认了，是的，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，然后我真的好开心，因为其实我是很抗拒做那个三眼超能力显化的。我每次一做超能力显化，我就觉得那个意识里面就说自己我不行啊，不行，我肯定不可以的。可是那天我竟然我都没有怎么，很想去练习那个三眼，自然的我就显化了。真的，这其实都是师父给的，感恩师父。
然后我师傅这次还给了我一个灵性名字，然后昨天师傅出来打显的时候，我的身体那个听着那个音乐，然后我的身体就开始缓缓的摇动，轻微的摇，OK，我知道那个能量来了，然后我就突然就开始身体轻飘飘的，一直飘啊飘，就感觉是那种有些东西深层的业力的东西在被带住了，啊，身体就几乎就像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，哇！然后飘飘飘也是眼泪水掉，但是那个没有心痛，这一次没有心痛的感觉，就是很舒服，就感觉很轻松，很轻松。其实前段时间师傅在给我也是一个，昨天上课我还知道了，已经师傅就是说我们跟师傅有了连接，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师傅很有连接，有时候也会有那个分离的感觉，就像我自己前段时间就是就会感觉自己怎么开始质疑师傅啊。然后，昨天这几天，师傅把我的这些质疑呀、怀疑呀，都拿掉了。感恩师傅。